物理光学就是把光当作是一种波动，波动，那么它的现象就是有干涉现象，有绕射现象，啊，主要这两个现象。那我们现在就先在看光的干涉现象，啊，哎，好，那么我们现在光它具有波动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Huygens principle 里面提出来的哈，他说如果这是一个平面光，平面波，它的波前或者它的波面是一个平面，啊，原来波面在这里 ，delta t 秒以后它的波面就变到这里来，啊，那这个波面你怎么知道它在哪里呢？啊，黑根斯就说了，他说这个坡原来这个坡面上面的每一个点，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点光源。点光源它就是四面八方辐射，它的光线是四面八方辐射啊。比如说这个点光源，它朝这里发射，也朝这里发射。啊，也朝这里发射，都有四面八方啊，所以它发射的光是一种球面光，这张画的并不好哈，啊，所以这是一个球面啊，这个也有一个球面，这个点光源也会有一个球面啊，要说 t 秒以后，这个球面呢啊，通通行进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做它的公切线，这个就是 delta t 秒以后的新的波面啊，它的行进速度，比如说我们把它当作在真空里面，它就是 c 了啊 ，c。好，如果是球面波的话呢，也是一样啊。我们把原来的面上面每一点都当作是点光源。每一个点光源都产生球面波，这个点光源也产生球面波，这个也产生球面波，这个也产生球面波，这个画的比较好一点哈，像个球面，这个就比较不太像了哈，这就比较不太像了哈。好，那么公切线delta t 秒后的球面在这里，公切线就是delta t 秒以后的新的波面啊，这个叫做 Huygens principle 啊，哎，主要它意思就是每一个波面上面的点都可以当作一个新的波面，哎，好，那么我们现在看波的反射与折射啊，波的反射定律跟折射定律啊，我们是用这个波动学来把它导出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是入射波，这是两个介质，这是 N1 N2， 这是界面啊，这个叫做光线，这个就是平面波的波面，光线跟波面都是垂直的了，啊，当这个光线走到这里，啊，这一条到这里，这一条呢正好跑到这里来，啊，然后它就开始反射了，啊，反射线在这里，这一条的反射线是这个，这一条的反射线是这个，啊，也有折射，这条的折射是这个，这条的折射是这个，啊，那么我们把入射角当作 theta 1，啊，入射角就是这条线跟法线的夹角，那么反射角呢就是这个是这条线的反射线是这个了，所以它跟这个 normal line 的夹角，这个就是 theta 啊 theta，我看看，这 theta one， OK， 这个那这个应该是这个
这个 theta 1 prime 没有错啊，这个 theta 1 prime 就是说这是入射角，入射线这个反射线，入射线入射角跟反射角相等啊，这个角都是射线跟法线的夹角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啊，这条这个入射线，然后这个是反射线，这个是折射线。那这个坡面啊，你看这个这个反射，这里反射是这一条，这个反射线是这个，那这个就是反射光的坡面，这个是入射光的坡面，入射的光的坡面跟这一条线垂直啊，这两条线垂直，这个坡面跟这两条线垂直。好，那现在我们看这个角，这个角是西塔弯，从这里到这里，因为这个角跟这个角的两对应边互相垂直啊，西塔弯啊，这条这个角啊，这个这条线跟这条线垂直嘛，这是它的坡面嘛，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啊，这个两个角，这个呢，等等啊，我看看theta 1是这个哈 ，theta 1两个角是一个两个边是一个这个边一个这个边，这个是一个这个边另外一个这个边，哈，这个边跟这个边垂直，这个边跟这个边垂直，所以这个角跟这个角不是相等就是互补啊，所以这是 theta 1 OK 啊，那当然。这个就是 theta 1 prime， 它也等于 theta 1了，入射角等于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theta 1为什么等于 theta 1 prime 为什么等于 theta 1？ 你看 O prime 就是这条线 ，sin theta 1是哪一条？这一条，就是这一条，对不对？啊，这是 OA，O。这个是真的啊 ，OO prime sin theta 1就是这条，没错哈、啊。然后呢，OO prime sin theta 1 prime 是这一条，这一条啊，因为这就是它的路径呢、啊，它从这里拐过来，它在这里走了这么一个路程才拐过来啊。所以啊，不是他从这里，比如说这条线，从这里，然后呢，入射从这里，啊，入射线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然后反射从这条路走，啊，那这个就是另外一条。当他在这里的时候，这条线在这里。啊，好，当这个线反射回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它正好在这里，所以这个长度啊，就等于这个长度，就是 OA 等于，啊，就是不是 OA prime， 啊，这是 OA prime， 就是它转过来以后从这里走，跟这个长度一样 ，AO prime 一样长啊，那这就是啊。O A prime 跟 A O prime 相等，啊，所以就有这个关系啊。这个就等于 O O prime sin theta 1，对不对？这个呢是 O O prime sin theta 1 prime， 因此这两个相等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证明呢 ，the Snell's law of reflection 啊是有这个关系，对。好，那么它的折射呢？折射也是一样啊。折射啊，折射它这条线到这里以后往这里折射，这一天要走到这里才往这个地方折射。好，那么因为这两个光
在不同的介质里面，它有不同的波速，它波的速度不一样啊。真空里的速度比较快，如果在某一个介质里头的速度呢就比较慢啊。那么我们就有这个关系 OB OB 就是这个路径长是等于什么，就是等于在这个介质里头的速度 V2 乘上 DT， 比如说 DT 秒它从这里走到这里，这个光线从这里走到这里啊。那么 AO 呢啊，它相对的这一点是跑到这里来啊，这里来，那它以 V1 的速度在走啊， V1 乘 DT 就是 AO 啊，这两个啊，这个就是长度了 OB 啊， OB OB 它就等于这个东西了，其实这就是一等于一了啊，这个长度啊。那么我们把 DT 约掉，就我们就发现啊，这个长度比上 V2 要等于这个长度比上 V1、啊、有这个关系。好，然后我们看看 OB 比上AO prime， 这个还是从这个图上面来看 OB 它是等于什么 OO prime sin theta 2、啊、那这条呢、啊、AO 呢 AO prime 呢是等于 OO prime sin theta 1， OO prime 约掉了、啊、它就是sin theta 2 over sin theta 1 OK 好，然后这两个的比值，这两个比值就是 V2 比上 V1 啊，它可以是这个图上面看出来，从这个关系知道这个比值等于这个比值啊，因此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 OB 这个长度比上 AO 这个长度，它是跟它的波长成正比，波长成正比。所以一个我们知道这里的波长比较长了，这里比较短了啊，所以它跟折射率应该也有关系啊。好，我们再把这个关系再加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得三theta 2 over sin theta 1， 原来有它等于 V2 over V1， 再来一个这个就是 lambda 2 over lambda 1， 这个关系要记住 啊这个要记住 OK。 好，电磁波在真空的像素 C 与波在某个介质中的像素 V 的比值，我们定义它叫做电磁波在该介质中的折射率，就说这个电磁波在真空的速度跟在某一个物质某一个介质的里头的速度的比值，我们称它叫做啊这个介质的折射率，这我们用 N 来表示 Index of Refraction。从这个关系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介质是真空的话，那 V 也等于 C 啊，那就是 E。 如果介质啊，介质一跟介质二行进的速率比较慢，一个是 V1 一个是 V2， 那么这两个介质的折射率就是 N1 就是等于 C 被 V1 来除啊， N2 就是等于 C被 V2 来除啊，哎，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要记住。好，因为在真空里面，光速、波速啊，电磁波的，就是我们用光好了啊，速度比在介质里面的速度要来得大，因此呢，这个分数呢，啊，都是大于一的分数啊，所以一般的介质除了真空是一，空气可以马马虎虎当作一之外，其他的 N 都是大于一、哎、都是大于一。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数字，然后有这个数字，我们再把这个数字带进去，一组微观。N 跟 V 跟 lambda 的关系啊，这个要记住。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 Snell's law 它的有关于它的折射啊，折射定律，这叫做 Snell's 的折射定律啊 ，Snell's law of refraction。好，由这个关系，这是我们刚刚看的关系，我们得 N1 lambda 1等于 N2 乘 lambda 2， N1 lambda 1 N2 乘 lambda 2。所以在真空中进行的波，如果 N1 等于1，它的波长呢是这个，相当于这个的话，啊，就是说在真空里头啊，它的波长是 lambda， 这个当然等于1了。它进入到某一个介质以后啊，它的折射率是 N2， 那么波长是 lambda 2， 那么 lambda 2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个 lambda 2啊，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我们就把它当作 lambda N 啊，某一个介质它的 N2 是 N 啊，它的 lambda 叫做 lambda N， 好， lambda N 就等于 lambda over N， 所以波长是这样子的。如果在真空里头的话呢，真空的波长就是波长哈，就 N 等于1嘛，对不对？啊，如果这个是这是真空的波长哈，真空的波长。好，那么如果你这个介质大于1的介质进去了，好，那么这个物质里面的这个波长啊，就是真空波长，比真空的波长来得小，就说我们光线射到物质里头去以后，通常它的波长都比真空里面的波长，原来的波的波长啊，要来得小，对，来得短，对啊。然后我们啊，在真空这个是波长，波长在真空里面，或者是说一个波有一种介质射到另外一种介质的时候，它的波长会改变哦，啊，波长会改变，从这里就知道啊，一种介质的波长，当这个波到另外一个介质的时候，波长变成这个，它们之间的波长会改变，它的改变值就跟 N1 N2 有关系。那么我们看啊，一个波的频率在介质1的频率跟跑到介质2里面去以后，它的频率会不会改变呢？频率会不会改变呢？那我们就用这个来看啊，我们知道波数是等于频率乘上 lambda， 对不对啊，频率乘 lambda， 还有就是这个就是真空里面的啊，真空里面的波长乘频率等于 c。 好，那么在介质里面的波长乘上频率是等于 v， 等于 v。 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fn 是等于什么 v over lambda n， 那 v 呢，我们现在分，我们看 V 是等于 C over N 啊， V 等于 C over N， 因为这个 V 是 C over N 啊， V 是 C over N， 就是 N 是等于 C over V 嘛，那 V 就是 C over N。
好 ，lambda n 呢 ？lambda n 是等于这个 lambda over n。好，这就现在我们把这个 n 都约掉了，它就 c over lambda 等于 f。所以说，你在这个频率是不改变的，你从一个介质到另外一个介质，就是一个光从一个介质射入到另外一个介质的时候，这个波速会改变，波长会改变，但是波的频率不改变哈。这个现象要记住 ，OK 啊，这个现象要记住。好，我们啊，这个就说明这个了哈。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